伊凭着为评审核心的零九三普林奖选拔，伫家己地区举办进入第21年，7号伫家己市政府一楼中庭举行“爱在我家”普林奖颁奖典礼。家己市长欧美辉受邀出席。今年总共有40位品德兼优的青函合作受惠，其中家己市包括24名，也佮有2名同学推荐到全国普林奖。零九三普仁奖在该地区举办进入第21年，7号在该市政府中庭举行“爱在我家”普仁颁奖典礼。零九三普仁奖透过严格的评选流程，选拔出生在困境中品德优秀的囡仔。今年总共有40位学子受奖，该市有24位学生。典礼由市长免费亲自表扬，今日的品德优良、家庭困境的受奖学生，唔惊困苦，以正面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挑战。我们普仁奖嘉义就有40位的同学获得这个奖项，那么感谢赞助单位提供的这些奖学金，一方面能够来鼓励他们在过去他们所艰苦奋斗，然后呢听从师长的这些教诲，然后不畏生命的逆境，能够力争上游。那我相信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普仁奖的奖学金，为我们的小朋友的幼小的心灵种下这么一颗良善的种子，让他们学习到感恩，然后能够努力，又能够未来相信他们有能力之后会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回馈社会。我们嘉义市政府黄市长也特别莅临会场，那么这个提出了这个嘉义市政府呢，在对于这些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心的学生，那么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能够非常紧密的连结。那当然除了政府的这些环节之外，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民间甚至于宗教的力量，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需要我们给予更多协助的弱势的家庭的小朋友，将来一方面能够在学业上，更重要的能够在品德上，能够为他们带来一辈子的影响力。零九三普仁奖以严格评选过程，找出品德优良、有志向学的青函学子来推动品德教育。虽然迄种的学生成绩不是上好，但是展现出来的善良，相信会使为社会带来信任甲幸福，并将爱甲温暖传递到该县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也号召社会大众共享兴趣，共同推广品德教育的重要性。新闻台民间的七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